年已经38岁的林志玲，什么时候步入礼堂呢？大家都好关心哦。她总是说自己还在冲事业，不急着结婚找另外一半。但是林志玲呢，首次当起了证婚人哦。这一次她是替癌症的病友来重披婚纱，庆祝15周年的水晶婚。林志玲亲手帮新娘戴头纱，牵着新娘走进礼堂。志玲姐姐的身份很特殊，头一回当证婚人，替癌友见证幸福。在她状况不好的时候，她也是拿出自己的力量去做很多志工的服务，希望有一切的力量可以打倒这个疾病的病魔。从癌友身上得到力量，忙碌冲事业的林志玲已经连续9年代言乳癌公益活动。3年前认识新娘敏云，看着她一路抗癌，两个人还因此成为好朋友。继续给予支持鼓励敏云接受乳癌的治疗。这回特别在敏云生日前将她重披婚纱，庆祝15周年水晶婚。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，不会就像志玲曾经写过相互打气，敏云还送上一幅画给林志玲。在她心中，林志玲不只是女神，也是她心中最美丽的一朵花。更希望她也能找到自己梦想中的婚礼，能够找到相知相惜，一直到永久的。我觉得那是胜过任何一切的这个结婚典礼的想象。所以志玲姐姐，我在努力中。感染幸福力量的林志玲似乎也有想婚念头，希望有一天这段献给敏云的结婚祝福也有机会献给自己，祝福她从此之后人生可以更加的顺顺利利。